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，在本辖台61线北上15K 左右，发生一起火烧车事故。那本所获报后，立即派员到现场疏导管制交通。火势大概在一小时内扑灭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。那警方呼吁驾驶朋友，平常车辆应该要定期保养，也要多加注意五油三水及胎压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